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23，诗篇69篇15节安尼讲：求你毋通用阮大水淹没我，毋通用阮深淹吞食我。唔通用阮寒天砍灭我，三个来祈祷，无予大水淹没阮的天边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有至大慈爱的真我上帝，你是拯救我脱离深渊和苦难的独一真神。你虽然高高在天，总是你却是欢喜仰耳空来听阮卑微软弱的声，主啊，愿阮卑微的声受你听见，因为阮想念你的慈爱。主啊，求你救阮，因为水已经淹到阮的颔棍，阮陷落伫深的土迷内，无通徛脚的所在。阮到深的水内，大水淹没阮。求你救阮脱出深渊，互阮无沉落去，因为你有至大的慈爱，你照你丰盛的慈悲，越过来看顾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每一天拢到伊的面前来求救伊的名，伊就要互咱脱离深渊甲苦难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